二号参赛者陈仁峰今天的心情也是非常的紧张哦，同是创作歌手的他要自弹自唱挑战力宏的 Kiss Goodbye。 为了这次的歌唱大赛，陈仁峰可是在家把这首歌练得滚瓜烂熟，才敢在力宏面前秀情谊的呢。马上来看看他的表现如何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仁峰，耶，等一下就要比赛了，所以心情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可以看到偶像王力宏，今天来到现场，能够唱他的歌曲，觉得真的非常荣幸，所以等一下好好的表现喽，加油！ 这一幕多么熟悉，紧握着你的手臂，直到舍不得分离。每一次想开口，但不如保持安静。给我一分钟专心，好好你欣赏的。 每一个来都 winner， 对不对？很厉害，很强啊！而且他是不看大字报的，他也不看自己的手指。刚刚本来工作人员拿到大字报，就不要拿出来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接下来你的心跳是来怎么样的一个表现？这个即兴创作，即兴创作，对对。好，好，心跳的即兴创作，我们来看看他的表演怎么样嘞？耶，开始。你让我的心跳。 心跳，心跳，那颗心永抱着美好。我暖暖的听见你心跳，你让我微笑，心跳。耶， 心跳。等一下。 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让小猪大喊暂停呢？这歌，你让我的心跳砰砰跳，我不知该往哪里逃。 My heart is beating now， 边走了不值得。点角度就跟我们不一样。对啊，这不错啊，觉得情同气合。可是情同气合也 OK 了。算了，我本来想帮你的，算了。